长久以来，我们一直处于劣势。只要能逃出这些暴君的魔爪，我们将朝着大不里市进发，建立新的帝国。以此为起点，让我们的事业远播四海。我们无力承担大不里市强大驻军的高昂费用。如果我们在战斗开始之前抓住躲在乡下的贵族，也许就能说服他们帮助我们。追随您的领导。
Oh,
放弃抵抗，留你们一条活路。只恨我的剑还不够长，不能直抵敌人心脏。 交易，如果你能给我们带来一件圣物，我们就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同不同意就看你的了。
等着我们。城墙，告诉前线士兵阻止他们。崛起！